海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平板电脑，我才刚写完作业的最后一个字啊！我难得一次准时把功课做完，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，海城，你太夸张了吧！<笑>作业白写了吧？正好再写一次，加强学习印象。神奇手，你不是有那种技术？ 按下一个键就能咻的完成我的作业吗？不行，但我可以帮你修理平板就是了。啊！海城，神机手一修，你的平板可能会砰爆炸。不对，这不是硬件的问题，而是数据正在逐步消失。 古力士，大事不好了！平息室所有电子数据都消失了，这是目前市中心的情况。数据的消失不但对各个行业产生严重冲击，就连交通也大受影响。变形联盟，事态紧急，希望你们能立刻找出原因。侦测到时空兽，原来是时空兽毁了我的作业。 变形联盟正义出击！不好了，我手表里的数据也在持续消失。哦吼！ 得快点找出时空兽，海城，能锁定时空兽坐标吗？不行，时空兽坐标也消失了。长臂和我负责维持市区秩序，神机手你和霹雳炮得想办法找出时空兽。啊！打时空兽这种任务，才符合我宇宙第一的气质啊！你的气质是搞笑吧？布力士，不要打时空兽啊！ 快走吧，走了。自动驾驶系统关闭了，糟糕，切换不了手动。让开，让开！我的车失去控制了。长臂，动作快！你。 不好了，品级室上方有飞机因为数据消失而失控，你们？什么？飞机失控？这下事情严重了！系统完全锁死了，无法手动操作。再这样下去，飞机会直接撞向市中心。机长，不好了，燃油也快用完了。 在那里，神机手，你能侵入飞机系统吗？这数据在快速消失，快试一试！快呀，快！成功切换到手动模式，但其他的……神机手，干得漂亮！快，长臂，嘿，我宇宙第一最喜欢救人了。 成功切换到人工驾驶，太好了！但已经来不及掉头到机场了。是变形联盟。喂，跟着我来。我懂了，变形联盟要带我们到安全的降落区域。我们快跟着他。有飞机需紧急降落，大家先有序撤离至安全区。 燃油用完了，坚持，再坚持一下。停下来了，成功了，平安降落。
这可多亏了变形联盟！耶， 成功了！哈哈，对我宇宙第一来说，这只是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万一飞机坠毁在市区，那可不得了了。唐碧，我们一起去协助疏散乘客吧。 变形联盟，你们救了我们，不是救了平息室。变形联盟是最棒的。谁要签名合照呀？请这边排队。不好，数据几乎已经完全消失，锁定设备无法正常使用。时空兽在那里。 能量，一光枪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希望那个数据还没被时空兽删除。啊，还在。可能这个数据连时空兽都不想要吧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啊，时空兽不是喜欢数据吗？我就送他更多数据。 送给你的是病毒数据，尽情吸收吧。病毒战术奏效，趁现在。雷鸣火轮。 谢了，枪击普利士，裂风暴长臂。没事儿，强者本来就应该保护弱者。<笑>我收回我的感谢。很好，这下数据都恢复了。太棒了，我的作业应该也回来了吧？这个嘛，为了测试，我帮你检查平板的时候恢复了出厂设置。出厂设置的意思是？ 我的作业也被清除了，倒霉蛋海城，山鸡手陪我作业啦。<笑>